目前还有留在现场的一些好兄弟们，有什么想说的，一人简单的说一下好吗？那现在就从楠楠开始。来吧，楠楠说，没想到你想说我是吗？身体一定要保重。嗯，好。对，声音小，稍微小一点，我们声音很好。嗯，就是我对谁说呢？我对罗一舟说吧，因为我们之前不是。我说跟罗舟后面哇，对，然后就想跟他说，就是适当让自己放松一下自己，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有回去回大厂直播嘛，然后见到他，然后希望他可以好好的休息，然后压力不要那么大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你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棒，是的。那请下一位吧，来，我也想说罗一舟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啾啾，你说啾啾，啾啾，我昨天说过。啊，我们说谁都 OK， 没关系，说你不说啊，再说吧。加油！我其实也想说罗一舟了啊，那一起吧，一起就是罗一舟，你应该知道，就是我们决赛都会去帮你应援的，所以放心，我们无乐不作 ，OK， 懂的都懂，懂的都懂，加油！